怎么了？大官要是没力气逃跑，别怪我不管你啊。哎，你想到脱身的办法了？这是硫磺，和砝码相同的东西。消食。碳粉。你说的法子是炼丹药啊？这三样东西啊，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，就俗称的黑火药。跟我来。能摸摸这个脚？嗯，怎么凉凉的？这背后就是静运圣湖，从被押来炼丹室行走的方位来判断，我们刚才一直在接近圣湖，受潮的墙点就能印证这一点。而且按照受潮程度来看，这墙体并不特别厚，只要炸开这一个点啊，湖水啊就能冲垮这堵墙。可是咱们没有引线，如果近距离点燃，会炸到我们自己的。别想了。我有办法了。怎么了？这是到阎王殿了。你再不行啊，真快倒了。嗯，这我都快要死了，你倒是给我留点儿啊！
你没事吧？方才的事情，你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啊？什么呀？你不是相信你的秦轩吗？这不一样，这是救了你还这么多废话。我欠了大人一命，日后定当偿还。行了行了，我们快走吧。这什么呀？这吐火龙迷宫的金子守护，整个大号就这么一件。有钥匙吗？快把它打开啊！二位啊，打扰一下，那边好像有人拿着刀过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他们在那边，快快追！走走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快走！站住！别跑！钥匙掉水里了！管不了那么多，走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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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让他跑了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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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边。欺师灭祖，丧尽天良，你们不怕遭天谴吗？你们小心吧，还不是被你干的。快跑，是是是我们梁大人已经开始召集人马了，你们不是要杀我们吗？我们三个人现在就按兵不动，有本事来来来，你来杀我呀！啊！